龙摆桌为初一走春参拜做准备。虔诚祈福，抓年夜饭前空档，先来庙里走走。不过人潮稀稀落落，和往年比真的少很多，差18000里，都满满，真满满的。刚好今天早上想说，今天除夕早上比较有点时间，所以过来看看，然后发现人少，真的是有少了一些，觉得少了一点年味。疫情前的龙山寺平日就很多人，今年配合防疫减少群聚，确定取消发发财金，而钻轿灯活动照办，但规模缩小。龙山寺广场外面这两座灯会在初一的时候开放民众钻灯祈福，但是因为今年配合防疫的关系，所有的人都要按着地上的脚印走，维持社交距离。以前就是没有围啊，然后就是很多人在这边排队，然后就是轮流进去这样子，人潮那时候超多的，然后今天人少很多。松山慈幼宫除夕夜将抽出国运签，不过春节福袋暂停发送，而台湾省城隍庙也怕群聚取消发发财金。尽管2021疫情持续搅局，各宫庙年味少，但诚心祈福，神明肯定收得到。三立新闻李文胜、曾嘉轩、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